小苗苗，我是玲玲好吗？不是因为小芳芳。谁货呢？这样可以跳舞吗？真的，我姨妈一走，我的皮肤就很好。我一来姨妈，我的皮肤就很差，绝对是假的。发现你麦频放高，为什么喇叭放高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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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摆脱姨妈的痛苦，都走了，赶走了。这下 KTV 我出5000。5000吗？你给我5000，我把反手把你那5000块钱丢你脸上，砸死你！砸死你！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你出6000，我还是把那6000砸你的脸上。祝你一辈子碰不到好看就行了。找户外直播去，大家来陪我，出一个小星星。交朋友啊，交朋友是这样交的吗？拿钱侮辱人吗？真的是这样侮辱人，真的好吗？虽然我很喜欢钱，但是这种方式很讨厌你。哦，今天的展馆没人点。被提醒了，很侮辱人哦。早上穿那套衣服真不好看吗？换衣服。老奸巨猾，这衣服显得皮肤黄。哪显得皮肤黄啊？天啊，我皮肤都白成这样了，还皮肤黄？皮肤都白成这样了，适合我。这么白的皮肤，要的时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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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买不到我要的腮红，气死我了！昨天晚上都不太好了，买不到我要的腮红。本来我想要在直播化妆的。
笑点，那笑点看到抹胸了，我的抹胸。那哥哥这么胸很丑耶。我赢了他写漂移。最后，我要开始装逼。前方好方等等等，这个小朋友又来倒立了。我要开车，看看我们要下去。创意有道。为什么光亮美颜这么黑啊？你们看我跟光美颜好黑哦。应该是苹果手机，你看这是正常的吧，这样灯光问题打黄灯吗？跳个舞吧，你光美颜跳个舞，光美颜跳舞是有点黑。黄总只能这么白，可是因为没有安卓手机啊，安卓手机就白了、安卓手机啊，安卓手机自带美白啊，抹胸不好看。今天是周一的，而且今天是有可能不到十二点，不知道十二点见能不能进两百名。现在广东白很难吧？还行啊，我挺白的。我真的，我觉得我经常出去，为什么人家都觉得广东没有美女呢？一出去都是看到美女都说是湖南人，湖南人。妹子，你是湖南的吗？妹子，你是湖南的吗？妹子，你是湖南的吗？我是一年都没这么白，我羡慕吧。唔识讲啊，我识听唔识讲啊，喂，识听唔识讲。你要报吗，明白？你要报吗？一问题。就草莓吧，不是，我是海陆风的，不行，我是海陆风的。我是海陆风的，我是广东人。买一张好的椅子吧，这椅子咋啦？这椅子买了50块钱呢，我都坐了好几年了，我对它有感情的。我这种人就是我就重感情的东西，又旧的东西我会念旧，或者对我是重感情的人。就是说一个人对我很好的话，我会一直在脑里记着，会想。真的，把那个椅子过来，现在很难。全家都不给我跳舞，一站起来就提醒，气死了。
是不是因为广东人啊，因为广东男孩子。以后能不能在广东的时候，就是看到美女的时候，能不能还说是不是潮汕妹子，不要说是不是湖南妹子。可以说在广东遇到美女的时候说应该是潮汕妹子吧，不要说湖南妹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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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，我真的很生气的。我们广东没有美女吗？潮汕人，深圳湖南人太多了。放屁，深圳是潮汕人多吧？卡迪囊，卡迪囊，你们看也不像广东的，我就是广东的，我是韩风的。我小生90%是潮汕人，我是城区的。这么好看一定是潮汕人吧，没听过深圳才是湖南省的省份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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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潮汕人最多，对呀，潮汕人真的很多。所以记得吗？有没有记得吗？不是潮汕的，我也是，应该算潮汕人吧。就是靓仔听听，靓仔，我是汕尾人，海陆丰。噔噔噔噔噔，林副队长正在待命。我是傻 K 啊，我是傻 K 啊，海峰在我隔壁啊，是傻 K 啊。对，说我是海陆丰的啦。深蓝真正的带着尘道，可我还没释怀方向，可手中花在空中摇曳的月下。想看我跳舞，我刚站起来，他说我太紧身了这衣服。我站起来，他说我这衣服太紧身了。哎，紧身吗？确实有点紧身。穿打底的了。妈妈说是好心理，这里他是谁？你得转水，他不给我跳，不太紧身了。可能要再穿长裤跳吧。一副队长正在待命。换个裙子吗？换裙子也可以吗？很敏感啊，为什么长得全身都很敏感？好敏感。我们是潮汕人。主播很敏感，我露裤子。确实好看，还有显臀。豹子的衣服不敢穿，不能穿了就不能站起来。妈妈说是好事，你这里好是谁？你在装睡，我亲吻你额头，左边吻和我左手，是不是架起来不太好看？还是你穿的好看？原来是看裤子。
就唱歌吧，我也觉得我就唱歌吧。给我站起来，我站起来，刚刚跳一下舞都跑不行。所有的幸运都会，就是因为你积攒，你一直做好人，你会，你就会一直很幸运，哪怕你遇到的对象都会很好。你要相信，要相信做好人是有好报的，祸害一千年种种。真的，一个人就是做好人是有好报的，真的，不要做好人。最后你会得到好人卡哦，你要相信，真的，信这种东西，我真的觉得很相信，我就很信这种东西。好人不偿命，还不要帮好人卡？那你要看怎么做好人。如果他是一直在坏你的话，你就可以反击啊，也不能一直被欺负啊。我们的爱就种种，感觉你好人卡浓一点。我现在一直在做好人，不敢做坏人，怕。老奸巨猾。纷扰了四季，唱歌唱歌，我是海陆风的，反正有个阿姨啊，有阿姨。照片放进口袋里，写过的日记，满满的都是你。其实我没有分子，喜欢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远离，温热的心慢慢靠近，这场旅行因为是你，天上的云朵都放晴，其实我也不是不可以做你的天空，照顾你的情绪，你的寂寞是我最幸福的事情，为了你做什么都可以，其实你也不是不可以，眼睛反着洗发现我的心情，等整个夏季的温度跑到你怀里，是我炽热的心。不行，我嗓子好哑，好难受。有些好难受。还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站起来也不行，唱歌也不行，啥也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行。喉咙难受，捅一捅。
人少也不行。看那背着穿洋裤的范儿，穿过街角心还并不寒，没有尽头的夜，放着疲惫的眼，我想你会出现，一直陪我默念，只有这样才不得想。我可以帮你这忙吗？是是不是你要干嘛呀？你要帮我什么？你可以帮我掌光点亮吗？可以帮我点掌光吗？苦尽华子就行。开车好不好？真的，我想要走纯情路线，可让我走纯情路线吗？想走纯情路线。谢醉风，你好。这不敏感吗？哪哪都敏感。太多了，纯情妹妹。你看那杯子的穿洋裤的范儿，穿多点怎么啦？天冷了，太冷，你又不给我怀抱，还不让我穿多。又怕冷了，把我锁骨露出来就好了。我觉得我好看的地方是锁骨。给了就要试的，给了就要啊要啊。哎，是不是因为经常枕头枕了，才脖子长瘤，有点很冷，好讨厌。以后你就湖南人，我屁，我是广东人，我是广东的。为什么说是不是广东妹子都很？哎，不是，是不是湖南妹子的皮肤都很好呀？是不是湖南的妹子都很皮肤很好呀？为什么好多人会在路上一看到美女就说是湖南的？湖南妹子皮肤很好吗？广东这样也叫上极品啊。广东冰豆噶，我是海陆丰的。刷回呢？刷回呢？他是说你胃肠胃很重？不是，他说广东妹子都长得很黑呀、啊。我经常搭车的时候，经常好多人就会说，湖南妹子，那广东妹子哪有这么白的皮肤啊？那湖南妹子，你是湖南的吧？哇，你们广东也有长得白的皮肤的女孩子？我真的，我经常说，经常在外面，经常给那些的士司机经常这样说，看了以后不会这样说，以后见到美女说是潮汕妹子。川妹皮肤好，广东晒的，天天在家待着，想掰就能掰，来掰一个。看来出去经常出去蹦迪，经常出去打车，经常看的士师傅跟我聊天。我上次不是也直播嘛，直播在的士上直播，他就一直跟我聊天，尬死。尬死。对不起了，敏感哎，他说我穿的很敏感，今天他不给我穿，我站起来。昨天涨2万粉，昨天涨的，我也不
后昨天突然就长那么多粉，然后我一下播它就不长了，奇了怪，每次长粉都靠直播，怂翻我来了，欢迎啊，你看今天人少了点，怎么这么白，因为白。